打扰一下。石总，我这边有几个朋友想认识一下。好，这边请吧。这男的你睡来了。你的投资人都是睡来了。你当时不是拿不到投资才把这姓石的给睡了吗？嗯，南桥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女朋友呢脾气比较大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石先生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，而且是单独见面。不打扰了。现在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们拿一份，那不就完了？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。谢谢你。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快九点了。我本来是发给南桥的，不小心发错了。没事，既然你发错了，这枪坐坐坐，有机会呗。迟了20多分钟，看不到故事的开始，整个电影就已经不完整了。你要不先进去？笑什么呀？不，我觉得你的样子比电影好看多了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管电影完不完整，反正我这边戏是完整了。一部没有开场的电影，一个不能开始的故事，看不看又有什么意义？可老天既然让你发错了短信，又让我会错了意，结果我们见面了。我觉得这是今天的全部故事。喝个酸奶，消消气。我保证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没有你的我，只有我的你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上次把手机掉进水池吗？记得，手机掉水池里边了，给你买的新手机你没用，结果就带着我去兜风了。兜风兜到一半，然后不小心洗了你的手。那是我第一次背你的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我特别珍惜这个旧手机，因为这个手机里承载着我全部的过去。是飞机起飞的声音吗？
飞机降落的声音是全世界最美妙的声音。那有什么区别？安全降落，说明他平安归来了。好。哎，你环游全世界的旅行还走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正在环游我的全世界。我就想好好跟你说句话，你为什么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？你有没有一秒是正经的？为什么要把生活过得这么嬉皮笑脸？多笑一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。我现在不喜欢，我以后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好结式的幽默。你要游戏人生我没意见，但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。那你心里沉沉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放下？温迪明天会宣布极客和 VIV 的战略合作，他说真人秀节目的反应很好，销售的时机和热度都刚刚好。其实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觉得不尴尬。你刚才是帮我还是真的想介绍我给大家认识？小郑是一心扑在科研的第一线，他是为大家在拼命，你作为他的妻子应该为你们的小家多用心。从结婚到现在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，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，就特别好。好的，我在想是不是我错了，每次我跟他谈，他回答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，我是他最值得信任的伙伴，生活伙伴，婚姻伙伴，工作伙伴，我可以帮他打点好除感情之外一切的琐事。为什么你不能主动选择啊？干嘛要搭上自己所有的青春为一份不合适的婚姻去买单？你怎么就不能说不？随心所欲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，随心所欲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。姐姐希望你做勇敢的那个人，今后你的婚姻无关乎家庭，无关乎背景，无关乎经济，只有关于爱情。你要把它当成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人家南乔已经把一个女人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全都做了，你一个纯爷们现在像个小绵羊一样。女追男的戏码你现在玩得挺熟了呀。谁追他了？我们俩老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多浪费时间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就不在一起呗。拳击呢讲究的是主动进攻，这样才有可能赢，一味的闪躲不尊重对手更看清了自己。你嫌我刚才打你打得太轻了是吧？有种
你就不要上全锦。既然上，就不能半途离场。整个屋子女生看你的眼神都让我觉得非常危险。南桥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呢，脾气比较大。是飞机起飞的声音吗？是飞机降落的声音，是全世界最美妙的声音。那有什么区别？安全降落，说明他平安归来了。我其实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觉得不尴尬。你刚才是帮我，还是真的想介绍我给大家认识？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有一些事情应该让男人来做的。我不是一个很会谈感情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持你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的手环不能摘，虽然是你抢的吧，但是我刚好也想送给你。你的手环呢？放在这里，他会听到我的心跳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
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，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我离婚了。对方一签字，我马上就跑来告诉你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回来之前提交的离婚申请。十月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放下安姐身份的人。曾经让你看着我的背影，很对不起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还在的，对吧？盛七郎，我钱还没赚够，仇呢，我还没有报。现在让我撤下来的话，我不甘心。也对，那你还想怎么做？说给我听听。之前你跟我说过，你会无条件的站在我的身边，支持我。为什么这一次偏偏不行？是不是旁边来了一个好的参谋呢？胡说什么呢？从头到尾还不就你一个？如果只是我一个，为什么一点点空间你都不给我呢？我也没说不听你的呀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帮助而已。我这还自以为是的，以为你会喜欢我对极客飞行的折磨呢。君子的折磨总比小人的折磨更有成就感吧。你说我是小人？有人说你在这坐了一夜啊。天亮得好慢啊，让他们给我准备早餐吧。梦境的老板，还是极客飞行的投资人，你凭什么说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出现，说消失就消失？我是你的男人。我这里都是你，我希望你这里都要是我的位子。向你跟我诉罪，
夜闯无宅的，我没报警就不错了，还敢要吃要喝的。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你是在等我吗？是夜跑视频火了，温迪想请你当代言人。哎，不要喝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好东西必须要给大家分享。我一个人住久了，不太适应跟别人分享什么东西。哎，没事，我多来几次你就会适应了。你报复我突然间消失了，报复我回来几天都没有找你，还是报复我吃了你的面？你的记忆力不是很差吗？这么久的东西你还记得？关于你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待过？谁教你的？你教我的。我教你的是凡事呢都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。我今天想教教你怎么进入关系迅速发展的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是什么？十月我这些话应该男人来说。哎，你还欠我一个甜蜜的约会呢。我想你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坐在这儿，有一个男人站在她的背后。这些男人你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我。我看他们看你的眼神简直让我非常嫉妒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屋子的女生看你的眼神都让我觉得非常危险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离开就是跟安宁叫板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绝不能让 Wins 与 VIV 签约。行，只要是你做的决定我都帮你，可安宁他不会放过南桥的。我会带南桥离开一段时间，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。出去避避风头也好，安宁要是知道了 VIV 没有那么容易。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所有的对接资料他都没有亲自经手，说明他还是信任我的。该瞒的瞒好，该破坏的破坏掉。放心，所有事情必须要回到最初状态。甘宁也是吗？是的，我必须要勇敢面对跟他的过去。哎，不要忘了你也是Vince老板。我也是南桥的男人呢。我是十月。我是南桥。今天我想瞒你一天。
出多少钱啊？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。没有诚意。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，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债主，那我们永远就有断不掉的关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十月他没回来。要不要？不用。时间刚刚好，打电话吧。通知 VIV 公司，准备签约。搞定了。嗯。哎。写了，我先吃饭。哎，慢点啊，小心。你写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呢就是发布会的流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神还原老大的想法？够专业呀。我说 Q 哥，你一个人能抵得上一个公关团队了？哎，也是那个庆功酒会给了我一点灵感。王建国啊，我这方案，你给老大一看，肯定升职加薪 ，CEO 一当，迎娶白富美，人生巅峰啊！老秦啊，就爱听你说话呀，见吉言啊，反正也大功告成了，要不然请你俩吃饭。不去。减肥。不是，你们两个什么情况？今天啊，你说平时啊，小安平时比猫还馋，老秦呢，你比猪都懒。今天怎么着，俩人像说好了似的？是真的，我已经在这个体脂秤上输入了 Windy 姐的各项指标，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食欲是体重的魔鬼。哼。怎么着，闹别扭了？我跟他犯不着。行啊，反正啊，这个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，要不然呢，就在沉默中涮点毛肚、百叶，把锅底儿得要，牛肉、羊肉，再来点青菜，下单。怎么着？你们俩是真不吃是吧？啊，这美团上面可说了啊，30分钟就到。哎，行了，你俩就等着吧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平时啊，咱们在公司呢，这个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今天老大不在，这江山就是咱们的。哎，老秦，我跟你说，我特别喜欢这种一统天下的感觉。嗯，你这话说不对啊。嗯，怎么是一人之下呢？明明是两座大山。啊，对，还有问题。可是咱们什么时候万人之上过呀？心怀万民，先天下之乐而乐，后天下之忧，我也不忧。哎，老秦。他就是心里想的只有自己，活该当单身狗。嘿，哎。那个明天咱们不是跟那个 VIP 开会吗？那个内容准备了吗？秋哥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不能谈工作，尤其吃火锅时。不过呀，说实话，咱明天把那个 VIP 给办踏实了，紧接着不就是发布会了吗？嗯，照这个势头下去，咱公司3年之内上市肯定是没问题啊。小安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就是有钱人了。哎，你大胆想，你有钱之后你要干什么？有多少钱算有钱呀？你大胆想啊，就是那种日进斗金，那种你回家数钱数到那个手抽筋那种有钱。他能有什么追求啊？天天坐吃等死，混天黑。
没肉了。没肉你吃菜、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存他1亿，然后我每天花利息。我有钱人对吧？我有钱人，我得有自己的1亩3分地啊。我一家三口，我一家三口呢就是3亩9分地儿。那我得养狗，养10条狗，我培训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出道，弄组合，经纪人。可是金银财宝堆成山，有啥用啊？能吃吗？不能直接吃，但你能换东西吃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是有钱了想干嘛呀？我有钱了。我60，我40岁，我退休，我环游世界，我游遍千山万水，我看遍风光和美女。哼，那你带着我好不好？你看江山，我当美人。老秦，我当美女。你不行。那个，吃吃吃啊！啊，对，老秦，小安，那个我下午点餐的时候。你俩不是说不吃吗？烫。嗯，石哥当时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最近去度几天蜜月，我说为怎么办，他就说有妻好打理，我放心。啊？哎呀，最近你就多辛苦辛苦了，我还有一些人际关系要处理。哎呀，石哥交给你，一万个放心啊。这算是我们重新认识第一次约会吧？坐下。啊？坐下。你认识他？就算他化成灰，我也能认出他。哪怕打扮的再花枝招展，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邪恶。他那么朴素，也叫花枝招展？郝先生见过花花绿绿的女人可真多呀，打扮成那样也能叫朴素？那我……你好，帮我保管一下。亲爱的，你刚才耳朵上有只苍蝇，我帮你打掉了。你的酸奶，请慢点。亲爱的，来口酸奶。我帮你打开。啊！我们刚开始，这进展也太……好喝吗？是不是有一种小时候的味道？服务员，上你这最拿手的菜。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啊！量身定制的呀。而且独一无二，全世界带她的男人应该只有你一个。哟，欧阳琪呀，交了这么帅的男朋友，怎么也不介绍一下呀？他刚从华尔街回来，中文还没说利索呢。叶秋梅，嗨，小帅哥。嗨。手别乱挥，小心招苍蝇。你该不会是担心我抢你男朋友吧？怎么会呢？只是我家 A B C 有点水土不服。对了，你今天是跟哪个后宫娘娘出来吃饭呀？本宫我结婚了。哎，这也不知道怎么着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你面色不太好，应该是脾胃虚弱，肝胃不和。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是我们店的招牌菜，老汤味蹄膀，请慢用。真的要吃啊？吃。欧阳琪，你这脾气没变，口味倒是改变不少呀。算了，我还是换家餐厅吃午餐吧，你们慢用。拜拜，小帅哥。啊。
量身定制，独一无二的嘛。全世界带他的男人，确实只有你一个。哦，是不是？情敌啊？不是。前男友的现女友？不是。前男友的前女友？莫不是你俩谈过恋爱吗？我俩不仅谈过，我俩还谈崩过。谁跟谁提的分手？性格不同还是三观不同？莫不是你我们两个以前在医学院是朋友，那个时候我们俩关系铁的不行。我看着不像啊。没想到他后来居然骗了我，就跟他彻底绝交了。怎么就严重到要绝交了呢？要不你给我说说呗。你听得懂我说的重点吗？无非就是想说你不喜欢欺骗，让我小心点，绝对要忠贞不二嘛。我追你肯定是听你的嘛。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要是真的欺骗了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还要做，让开。快到了，啊，行，让他们等会儿我吧，我现在从我办公室下来。哎，再把谈判要点再确定一下啊。好的。哟，臭总，哟，你好，我这还说下去接你，你怎么自己上来了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监。哟，总监您好，欢迎来到问子啊！咱们这边欢迎的队伍有点单薄啊。确定一个人能行？这边请。哪里约会一点也不关心，我应该关心吗？世道这么乱，你不怕我先图谋后不轨吗？石先生，路上都是有红绿灯的。哈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每个红绿灯都有四个超速探头，加上我的无人机，完美的记录了你的行车路线。我就不信这里还有摄像头。哇，你还困呢？嗯。沿着这条路下山，岔口的地方拐向西北方向，就能重新回到主路上了。看来你的脑袋瓜还没睡觉。你是故意迷路了是吗？我不笨一点，怎么显得你的聪明呢？况且，要看一个女人睡成这个样子的话，就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你别煞风景。
我就喜欢看你蠢乎乎的样子，特别性感。我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看着特别温顺。嗯。哇，说我坏话遭报应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就你们说的。安总，我先挂了。从仓库调的一台机器呢，按你吩咐我们调试完毕。时间已到，即刻飞行这把火，该着了。不是，这一百台无人机你要卖谁啊？卖。啊。哎，你先签个字啊。温总。嗯。于哥。小安同学。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现在真人秀同款的无人机卖得有多好。而我作为节目里的男嘉宾啊，谦虚点说就是功不可没。文总说了，明天呢和 VIV 试验完 VR 眼镜样机，立马召开发布会宣布合作，还让我准备100台机器送给记者，到时候一造势。我的天哪，那还不得感谢人家石大神布了真人秀这么一场大戏，要不然 VIV 的大门朝哪开，你们俩知道吗？不像某些人，当初让他去当个飞手都不乐意。怎么说话呢你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想啊，这个石大神这么神通广大，你跟他一比呢，咱长哥没戏了。没戏。完虐。这么热的天，你给我喝开水啊！十月带小乔度蜜月去了，怕你心寒。你这话怎么听得幸灾乐祸的？不错呀，我这么朴素的陈述句，你都能听出话外音来，有长进。你干嘛？被你怼得上火，我降降温。随便为你们准备了点小的茶点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我还是更想知道威恩斯公司的胃口。既然我们还能再见面，那说明我们手上的筹码足以引起你们的兴趣。也仅仅是兴趣。只要你们感兴趣就好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维维当然不具备威恩斯这样雄厚的商业背景，但是我们手上掌握的是技术专利，想要获取资源和资本都不成问题。况且我们已经与极客飞行达成了共识，所以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更换合作伙伴。说的没错，更换合作伙伴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字，利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独角难行，孤掌难鸣。极客飞行所拥有的资金、技术、产业布局、销售渠道我们都有，甚至比他们更好。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。
你们的茶味道不错。谢谢。Wins 旗下的极限门户网站，它的浏览量、点击量，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中排名前五。其主要消费群体是新兴白领。我想邱总，真正有钱、有闲、有引导力，才是 VIV 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钥匙，而不是靠某一个公司，或者是某一个明星产品。我说的对吗？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的手环不能摘。虽然是你抢的吧，但是我刚好也想送给你。你的手环呢？放在这里，他会听到我的心跳。反正啊，这个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，要不然呢，就在沉默中涮点毛肚、百叶，把锅底儿要得要。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不能谈工作，尤其吃火锅时。嗨，手别乱挥，小心招苍蝇。要不你给我说说呗。你听得懂我说的重点吗？无非就是想说，你不喜欢欺骗，让我小心点，绝对要忠贞不二嘛。我追你肯定是听你的嘛。今天我想瞒你一天。出多少钱啊？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。没有诚意。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，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债主，那我们永远就有断不掉的关系。十月带小乔度蜜月去了，怕你心寒。你这话怎么听得幸灾乐祸的？我这么朴素的陈述句，你都能听出话外音来？有长进，干嘛？被你怼得上火，我降降温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独角难擒，孤掌难鸣”。十月刚才订了明天上午回程的机票，和南桥一起。那就通知 VRV， 明天10点再动手。你是要收网了吗？总是要等人齐了，才能开始啊。你经常来这儿吗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啊。但我也不会那么任性，突然就跑来看个夕阳。所以你消失不见的时候，不是来这儿了吗？你说的有一半是对，有一半是错的。我来不是看夕阳的，是来看哨所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，我的梦呢，就是站在边疆，守着祖国。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男生想当兵的一个英雄梦吧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信啊，但为什么是差一点？差一点运气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心结会永远都过不去了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，
现在都花在你身上了。气候，我按您的意思把人给圈起来了。别伤了他，等十月回来我还是要完璧归赵的。微微的合同之前律师团队曾经提出过修订意见，觉得我多加5%多了。您的决定自然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只要 Rains 能够在短时间内市值飙升，股权多少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国内市场的份额比例。这第一份大礼没喂饱他，我肯定要再加一份了。你说这人年纪大了，是不是胃口也跟着越来越大呀？他毕竟是您的人，回家是早晚的事情。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是时候说一下你的想法。你想听什么？听一下，你是从什么时候想做飞行器？大概20年前吧。你不会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小时候命里就跟这个飞行器结缘了？没有，我小时候特别调皮，不服管。有一次呢，我爸把我关在阁楼里面，拿禁闭，我就。你就应该是从烟囱里面你爬出去，或者是从窗户里面跳出去。没有啊，我就把他阁楼翻得乱七八糟，结果在里面找到一部对我很重要的电影。当时其实根本听不懂电影里面在说什么，就是觉得里面飞行器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 ，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他怎么比平时快那么多？正常，越焦虑速度越快。你看，你看看，又快了吧？不出5圈，绝对摔倒。太不像话了 ！VIV 公司来确认 VR 眼罩样机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大老板，两个项目负责人全都不接电话。开定位发 email， 谁先找着双倍奖金。
还好，没有耽误你的重要时刻。唉，希望这次的 VR 眼镜能让我在地铁里也能看清楚你跑酷的样子，那就算成功了。哦，原来我是你的试验工具是吗？一会儿一块去极客飞行吧。不行，我拐了他们的老大三天三夜，还私奔呢。我不想送上门被他们杀了。算不上私奔吧，顶多就是去海边试飞了一下无人机。我觉得私奔这个词比较适合。马上来接你，有惊喜。嗯。软硬件确认，开始吧。双红外摄像头 ，OK。重力感应 ，OK。动态捕捉系统 ，OK。图像回传系统确认。好的。光影反射眼球，自动追踪瞳孔，测算倾斜角度，成功追踪小安试点。小安，画面怎么样？超高清。你别动我了，我已经到天台了，这脚底下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办公室，没事，走走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一切数值都是正常的。可是这数据再正常，毕竟咱们没有做过反复的实地测试啊。玩什么呢？谁说没做过实地测试啊？老大回来了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做实地测试了呀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戴着 VR 眼镜走了3公里，非常顺利。地图的定位合格。不管在天桥上这种极亮的地方，还是在地下通道这种极暗的地方，适配的灵敏度极高，合格。VR 眼镜还是半成品，老大，你敢戴上去？实地测试的数据我们永远都不嫌多，对吧？我们是不是要记住上次掉包的教训啊？看看没有，这就是老大。老大，你心情怎么那么好啊？好吗？你一直都在笑啊。好几天没见人，回来就这么高兴，也不知道去哪儿喽。VIV 的人怎么还没来啊？收到一封来自 VIV 的文件。读一下。经过多方考量 ，VIV 非常遗憾地放弃与极客飞行的合作，对贵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其余后续事宜，我方律师会联系律师处理。什么情况？说你这个董事长，大白天不在公司，跑到这里来喝茶。有话说，有批发啊，别耽误老子喝茶。给您打听个人。谁啊？安宁。不认识。你这个老家伙，少在这给我打太极啊！你说你不到小乔公司去作妖，赖我这儿干嘛？你这个大土豪，怎么会懂我们这些创业公司的艰辛呢？一个莫名其妙的外资公司突然闯入无人机领域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怎么，他的公司和小乔的公司有竞争？还说你不认识安宁？这个安宁啊，不简单。
怎么就不简单了？他早年间认识了一个大哥，后来出了点事儿，异国他乡美国去了。我打听到的消息是，说他是一个美国上流社会的贵妇，产业还遍布海内外。你说你赖在我这儿跟我聊这些陈年八卦，啊？还不去小乔那儿提醒他多注意这家公司的动向？哎，哪儿去了？通知小乔去。哎，堂堂十月什么人啊？万花丛中过，便宜不沾身的猪，现在呢？坐在地上给狗计划礼节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以为欧阳启不在呢，你就以为是这个宠物医院里面的男主人是吗？嗯，我交给你的正经事办好了吗？让乔去了。嗯，为什么叫他去？你放心吧，让七号去搞砸谈判，物尽其用，他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会换了吗？他这个人 ，no news is good news， 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球爱整点浪漫气氛，你带这三条狗干嘛？球爱呢，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。反而你呢，求来求去，也求不到欧阳琪的爱，这个我也是服了你。我才真是佩服你，我跟欧阳琪呢就是太保守，就应该学学你，直接动眼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牵过他的手？没有。亲过他了？没有。这些事情呢，你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怎么直接？怎么了？阿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威尼斯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杰只邀请了石总，我也是 Wins 重要成员之一。我那我也没看你替 Wins 做什么你该做的事情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杰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出什么事了？来不及给你解释。你怎么慌成这样？老大，出事了。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突破他们的网络封锁，拿到服务器的控制权，在他们撤除服务器之前远程下载数据。这种远程入侵如果一旦要是被查出来，就会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到时候就给足了对手黑咱们的机会。老大，要不你再想想。想什么想啊，数据本来就是双方共享的，他们凭什么单方面清除？我来。我已经入侵他们的系统了，老大，这个密码。所以说以后千万不能得罪女人，尤其是这种简单直接一根筋的技术宅女。闭嘴，别打扰正在战斗的女战士。哎，50%了。秦昊，秦昊，你经理呢？老板，哎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到底怎么样啊？说啊。我这本以为啊，小王计划特别简单，但是没想到安姐跟那边代表一块儿来了。我这刚要通风报信儿，
结果手机就被没收了，人也被扣了。十月也被他的秘书带走了。啊，一人换一人啊，他刚去我就被放了。这圈真的有山壁。怎么办啊？他肯定识破你们俩计划了。恨可不说破，现在可跟我们玩釜底抽薪。目的绝对不只是 VIP 那么简单。哎呀，你说老大跟南桥刚回来就出这么大的事。看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90%。哎，谁给断电了 ？VRV 跟别人签约了。Wins 今日开业，联手 VIV 发布 VR 眼镜直播签约仪式。VIV 刚刚跟咱们解除合同，怎么就跟这 Wins 签约了？什么公司啊？从来都没听说过。哪儿来的 Wins？ 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把货的定位坐标发给我，通知温总。好。哎呦，乔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哎，你别走呀，你刚……你们老大什么情况？文总出大事了 ，VIP 现在跟一个叫 Wins 的正在签约，弄的全是咱们的技术。是这样的，下午我们收到一个邮件，是 VIP 发给我们的，跟咱们要终止合同，然后是跟另外一个什么……人家不跟咱们干了，跟别人干了。你赶紧给那 VIP 打个电话，你就知道了。打什么打啊？走。你来的正好 ，VIP 单子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之前有人给我提醒过，要注意竞争对手动作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南桥呢？他刚走去找他们了。行，这找大老大了。你们先别去，这么多人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你们在原地待命，给我查清楚 Wins 到底什么样的背景，随时发给我，我去就行了。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我们从小到大，每个人都有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梦想之所以称之为梦想，是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实现。不贵，又怎么能称之为梦想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紧张，比如开跑车去驰骋，加飞机去翱翔。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松一下，跟僵尸大战和吸血鬼厮杀。更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寻找一点刺激，比如痛殴一顿你的老板。但无论这些梦想是否能够实现，它都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每一天让你神魂颠倒，浮想联翩。哑巴了，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Wins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走走走走走，都给我站住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在南桥回来之前，你们哪儿都不能去，都把嘴巴闭紧了。谁要是问起十月来，一概都说不知道。温总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给我出去！孟总，我要一个人静一下。这就是 Wins 为什么要花上亿元的资金来投资 VR 技术的原因，毕竟梦想是无价的，对吗？Wins 将与世界顶尖的 VRV 集团共同研发一款带有 VR 眼罩技术的消费级无人机，并且会将这款眼罩全线赠送与
极酷网的会员。可是他要的是你的情，那就是南桥跟他之间的战争，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。能让你失眠的男人，十月是第一个吧？能让你主动联系的男人，十月是第一个吧？能让你春心荡漾的男人，十月也是第一个吧？他就是想先撩拨你的小心思，等你有了上钩的苗头之后，再欲擒故纵。这种老把戏他还好意思玩？我拿你当交心的朋友，你知道什么是交心的朋友吗？关系很近，知道很多，但心却离得很远。是有些话不能对喜欢的人说，但是可以跟他说，这个就是交心的朋友。不能跟喜欢的人说，但能跟我说，也挺好。但是却不能代替心里的那个位置。喂，石总，我是小安，老大身边那个最不起眼的小跟班，我要跟你说，我要追你。不是老大的男人，你也敢追啊？攀岩馆是吗？我这就去。我想了想，我今天想教教你怎么进入关系迅速发展的第三阶段。谁教你的？你教我的。我教你的是凡事呢都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还欠我一个甜蜜的约会。我想 VIV 是极客飞行的合作伙伴，如果现在我们横插一脚的话，这就是逼着我跳反。我这还自以为是的，以为你会喜欢我对极客飞行的折磨呢。君子的折磨总比小人的折磨更有成就感。你说我是小人？你玩没年纪，溜得很啊。把丁十月的那些人都撤回来吧。阿宁，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。表面上是把 Wins 给了十月，我手里那根线我可没剪。来吧，徐安姐，干完这饮料能量满锅，为你的爱情去拼搏吧。有道理呀、啊、我现在就去找常总。这都什么情况？他的心上人说变就变？你小安姐的心上人从来就没变过，倒是你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去极客飞行了？我那儿就那么好啊？总比我家强，每天都是冷冰冰的。爸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要回来啊？小郑回家了，你不在行吗？我不知道他回来。小郑是一心扑在科研的第一线，他是为大家在拼命。你作为他的妻子，应该为你们的小家多用心。要不是小郑来大院找赵琴教授请示工作，我把你人给你拦住，你连你丈夫的面都碰不上。爸，我就是回来拿身换洗衣服，我这天马上就走。哎哎，你等等等等，我这点好茶，你一定要尝尝，啊，是你们杜司令送给我的。那谢谢爸。刚才跟爸聊很久了，还有五分钟，车在外边等着我呢。这个月20号是你侄子的周岁酒，28号。是你博士同学毕业15周年聚会，
下个月一号是浩浩的生日。你安排吧，人到不了，把礼随上。我知道，浩浩的礼物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周末把浩浩送我妈那儿去吧。老太太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了，说想孙子。那你呢？你想浩浩吗？南锦，这是我们一直都有的默契。我有国家事业，你有家庭责任。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伙伴。哎，喝点茶再走啊。不了吧，那边还有很多事儿，我得走了。浩浩生日的时候我争取回来。嗯，那我走了吧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，那我也走了，一会儿浩浩过来，你教他练毛笔字。安锦啊，有些事情不要想的那么多。你嫁给他的第一天，我都跟你说过。做人妻，重要的是责任。我知道了，爸爸。再喂，爸爸，浩浩，你爸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，在外公家呢，你过来。哦，姐，咱俩见个面啊。在哪？好，我过来。姐夫回家了吗？回家？那不能算是个家，那最多算是个旅馆。你们俩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？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，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，就特别好。好的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我错了？你们谈过吗？每次我跟他谈，他回答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：我是他最值得信任的伙伴，生活伙伴。婚姻伙伴，工作伙伴，我可以帮他打点好除感情之外一切的琐事。哎呀，那不就搭伙过日子吗？
为什么男人有话都不能直说呢？爱就爱，不爱就不爱呗。有些话是说不清楚的。他说不清楚，那你就说。为什么你不能主动选择啊？干嘛要搭上自己所有的青春，被一份不合适的婚姻去买单？你怎么就不能说不？我习惯了，我有太多的不得已。再说，我有浩浩了呀。南墙，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你。你在跟周然说分手的时候，我觉得简直太帅了。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处理感情问题，我就只能随心所欲呗。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。随心所欲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。你试试。姐姐希望你做勇敢的那个人。今后你的婚姻无关乎家庭，无关乎背景，无关乎经济，只有关于爱情。你要把它当成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干嘛呢？玩什么行为艺术呢？睡不着，做菜催眠自己。如果做菜呢，你能催眠，那怎么还会有声音响这东西？这是在给我做早餐吗？好，既然吃了你的早餐呢，我就听听你的心事，行吗？怕龙卷风来了之后害怕睡不着。厉害啊，还能用龙卷风来做引子。我跟你说，我也觉得自己好奇怪。我特别想那个龙卷风快点到，然后早一点经过那个风暴，见到那个结果是什么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呢？就证明你觉得那是个 happy ending。我猜猜啊，是不是希望皇后领盒饭走人，然后守着魔镜孤独终老，王子跟公主幸福快乐的一起生活？我只希望我看着南桥，我的眼睛跟他一样清澈，我心里面跟他一样没有告不得人的秘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人家南桥已经把一个女人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全都做了，你一个纯爷们儿，现在像个小绵羊一样。我只是怕他太勇敢。你的早餐。干嘛？睡觉。是我吃过最早的一次早餐吧。恭喜你的快递。哦，谢谢。什么东西？老大早。老大早。早。有你的快递。谢谢。来了。
你的，我的。秀庆功酒会，听说请了好多媒体呢。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我得去好好准备一下，替咱们即刻宣传宣传。温迪，我想去，可人家这上面明明写的是尊敬的温迪女士，凭这种事儿逼着你去你都不去，今天怎么了？觉得你太辛苦了。啊，还有你知道吗？这个活动周然也会去，他去他的呗。你不如直接跟我说，想见十月。看破不说破了，懂吗？女追男的戏码，你现在玩的挺熟练啊。谁追他了？我们俩老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多浪费时间啊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就不在一起呗。那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真人秀的酒会你去吗？不去。南桥去啊。拳击呢，讲究的是主动进攻，这样才有可能赢。一味的闪躲，不尊重对手，更看清了自己。怎么了？你嫌我刚才打你打得太轻了是吧？有种，你就不要上拳击台。既然上。就不能半途离场。不过是个酒会，你这么想去你去，我给你机会。你到现在还以为只是我们俩之间的战斗吗？南涛现在需要你的保护。周总，这么好的项目，不打算投点？要是没点想法，今天就不来了。也是啊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锦上添花的事儿啊，什么人都可以做，但是这雪中送炭的时机，还是得咱自己好好把握。什么意思？周总，你看你最近一直在国外，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。今天这个真人秀。主打的就是无人机航拍的噱头，哎，合作那公司就是那个叫……我知道了，刚才听说了，你都知道啊？哎，周总，你之前撤资的时候是不是太草率了点啊？这无人机这事儿啊，不是不能投，
要看怎么逃。与其跟着这即刻飞行屁股后面赚点小钱，不如跟国外合作，啊，开放式合作，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效益。看到没有，大格局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你跟那女总裁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得说说，这挑项目啊，跟挑女人是一个道理，外表再冷再傲都没关系，可是这里边要是没点劲爆，怎么能够满足咱们这个感官需求啊？周总这是挑出新高度了，周总一看就是老司机。南桥你们也不是没见过，毫无情趣，整天穿着牛仔裤白衬衣，说句好听的，那叫长得清秀。用我们男人之间的话来讲，那就是性感。你怎么来了？多试几个，你们就会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有味道的？有美女一定要美酒啊！哎，给我的味道来杯酒。干杯！干杯！不好意思。干嘛？看到了什么？我跟你啊。不够准确。闭上眼睛，你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坐在这儿，有一个男人站在她的背后。这位是女朋友，娱乐圈的吧？这么漂亮？不是娱乐圈的啊。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帮大家打个招呼。哟，徐总，我这人真的是……哎，干嘛呢？来喝酒。你好，难得见你带女伴，还不介绍认识一下？这是信越集团 CEO 陈总，即刻飞行 CEO 南总。哦，南总，幸会幸会，您就是南总。久仰大名，我看过你们的节目，航拍技术真的很酷炫，期待与你们合作。谢谢。哎，陈总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名片都不给一张是吧？来，是我疏忽了。来，南总。我没有名片。没事，我就是他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就可以找。好的 ，OK， 老赵。带你定认识一个朋友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好，回聊，一会儿见。这些男人你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我。我看他们看你的眼神，简直让我非常激动，知道吗？整个屋子的女生看你的眼神，都让我觉得我非常危险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哎，施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。老总。啊，原来你们，嗨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大力支持南总的公司来我们真人秀节目？哦，原来你，早说嘛！希望我们即刻飞行的技术没有让你们失望。这次啊，特别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栏目大力技术支持，感谢还来不及。哎，我们刚才正说到无人机拍摄的，这也说不懂，要不您再帮帮忙？石总，这个地方。不接，你们去吧。行。这位就是我们这次无人机航拍的幕后英雄，
见到一个老朋友，你去打个招呼。石先生，石先生您好，我是天梦娱乐的签约艺人 Susie。 你好。说不定你可能会对我有点印象，现在正在热播的《民工传奇》，我演里面景飞。哦，我有看过。你看过《民工传奇》？看过，看过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就有眼力。小心，小心。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所以石先生，你觉得我们有机会合作吗？我只是个酒吧老板，我们能合作什么呢？你是这次真人秀的 MV 最大的投资方之一，这么大的实力，还真是低调。你的消息果然灵通。所以想请我喝杯酒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可以给我一杯红酒？Cheers。 哦，对了，你的那个朋友他好像不是太高兴。我去打个招呼。非常开心认识你，谢谢你的酒。那男的谁呀？你认识啊？人家是清醒梦境的大老板，手里握着好几家公司呢。这次的真人秀节目，他也是投资人之一。是吗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，真的是人又帅又多金啊！怪不得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过去打个招呼，你至于说这么难听吗？不至于。哎，哎呀，我真的只是去打个招呼，我能喜欢他吗？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单纯的。我只是想上那个节目，所以去打个招呼。要不你帮我去说一下，你们家不是很有实力吗？有我，玩得开心。我看聊得很开心嘛。你说你还是我？你呀。吃醋？没有啊。还是吃醋？我没有。啊！别动我呀！顺便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吃醋了？你不会痒吗？跳舞。
你为什么不给郝杰一个机会啊？他嘴里从来就没有过一句真话。我要等他认认真真的说一句喜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吃了。下一场《捉妖记》的票。哎，您不是刚看过这场电影吗？我想再看一遍。好的，两张票6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微信。请输入您手机二维码。稍等。给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电影票收好，新闻来还祝您观影愉快。谢谢。